我们这边两个点火，三个控制，一个控，两个控，三个控，辅助也一个控，动不了，果子近在眼前，点不到。他会激活是什么？就跟建模开翅膀一样，可以不戴头盔或者戴头盔吧，好像是这样。他战斗会自动戴头盔，我不想戴也不行啊，自动会戴。不追。直接 Q 刷50怒气，把他盾破了，追着 A 就可以了。没回家，把两瓶药吃了。血量他不走，我慢推进去，等下个 W。我觉得你要出事，死不了的，别被他拍晕在塔下就好了。1300块钱的话，现在都必须得出新石吗？咱也不知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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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失误了，炮石都没补到，亏麻了。不是卡牌，你这么勇啊！我就是风暴。不是，主要他六级变大了，吓我一跳。我反过来一想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也会变大，我怕他干什么？主要他太大了，有点被吓到了。转念一想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也会变大，我怕他干什么？
但是我的好像体型没他，他好像更大一点啊，这个体型看上去的话。他说又漏了，我玩你的爸，我要不想玩了。点什么信号？谁敢抓我？嘿。还追，这边不是不要死完了，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？回回回！啊，小丑，有点亏呀、啊。哎，早就该把这冰女先杀了，我刚。想留 Q 等他两个过来一起回两个血的，结果这兵女没过来。哇操，卡巴卡真是好狠呢、啊！我扯，这小牌玩的，嘎嘎溜。不给，不给啊，不给，吃我们野区，没门，直接当野区保安，嗯。他不放E，我也得交技能。哎，不给你咬，嗯，没。没 W 了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给你挂个点怎么办？等死啊！就你看他的印记，别给他咬二段就行，回不了血的。我甚至可以走过去再 Q 刮他一下，啃不到我，他很短。古熊 W 很短，我不给他咬不到我的。古熊哪去了？不出来了，来了，来，再打你一套。给你咬啊，给你咬，哎，不给。给你啊，不给，哈、啊、哈，消失了印记，来个 AQ， 背一下，啊，好生气，好生气啊，好生气，好生气，怎么了？好生气，好生气，好生气，来。这个啊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没打赢啊？啊，怎么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呢？打牌来擦屁股的，哇操，真狠呀，卡牌。居然没打过 ，why？ 感觉应该刘金能打这个人马的，
打那个狗熊，我有点打不动他一套，我得打两套才行啊。我想把它弹回去的，弹是弹回去了，没完全弹回去。不然怎么突然就四个人了？我还想这么准备去包他们下路呢，有点乱掉了。杀不掉，再来张牌啊！喜欢抓，喜欢啊！你大爸啊！确实挡挺多伤害的。我抓不到你是吧？必须杀一波人马，忍你很久了。哎呀，没撞出来，跑掉了。我意外了，不意外，闪现都升了。不动摇。他好像拆不掉，他好像拆不掉。
人马要来下来。快跑，打你了，怎么办，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。我们的卡牌大师还是倒下了，他可是700块。可惜了，没红路到 ADC 啊。他没大的，别被 QA 了，坏了，死了，不太赚的，没有红路咬到 ADC 啊。来个血手，杀了个破辅助有啥用啊？挡了2000输出，坏了，他杀的时候被清零了。我好像笨得厉害呢，把他抓了，然后大龙呗。带我一个，坚持住，狗熊，别死太快了！完了，感觉他坚持不住了。好样的，狗熊，你还主动跳过来，不然都没助攻了。抓不到，这个跑太快了！哇，怎么这也能抓到？
为什么现在 AD 好多都出电的？人手一把，电刀超模，电刀也超模了。打起来！我操，感觉哥们要五杀了。梅伞就是笨逼啊，梅伞刚刚就被六十了，肯定的。好了吧，卖了吧，哥们有事先走了啊。这我也很想救你啊，但是还不如把你卖了呢。真不是，有时候不知道吧，卖了会好一点。这哥们也是大赏金是吧，卖了就不用死那么多人，又死了两个。哎，有时候真不是说啊，就是非要救不了就果断一点，自己把它卖了反而会好一点，死一个总比死四个好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好像有概率能救，救不了就把团灭了。再补一个，再补一个这个吧。说得好啊，凭什么打起来就偷家啊？我们大龙，你去那啥啊？你别告诉他们呀！卡牌，你别死了呀！
你播了吧？夜长梦多，我肯定拆塔的。对面辅助肯定要守一下，不必理会他啊。专注。当然，如果他要守的话，那还是理会一下。